比如说自业正见它是什么意思，还有禅那正见，还有毗婆舍那正见大概是什么意思，要明白这推他正见和邪见定义的时候能够深入一下，是不是？就是普及灭道的四圣谛里面，他的正道的那个灭了，他的那个我就指我，这就端倒颠倒，因为应该是无我，我们说我，那这个就是一种颠倒，或者无常，然后他说常，这个是颠倒。在坐意就是要在我们这个意念处坐意，然后法师讲到一个转念，他前面讲的这个转起，就是我们讲的如理转。